简体字，我们也可以小一点。十个，他提成100个，所以送出去之后被退回来90个。
这个就是管理层去做所谓的例外管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许对于公司的损益的判断上面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做管理上面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好，所以我要去强调为什么它是第一站。好，销货净额是我们多站式损益表的第一站。它第二站是什么呢？就是销货毛利了。好，所以我们拿这段来讲，假设它的销货收入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站的销货净额，所以第二站呢是要算的是销货毛利。那销货毛利就是营业净销货净额减掉销货成本。好，所以这一段就是销货成本。好，所以这样子算出来是我的销货成本没错。所以起初存货加本期进货成本。好，本期进货里面呢，你有可能发生什么？进货运费、进货折扣、进货退出与折让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得到的是本期进货，我把它当作是本期进货成本。好，等到期末存货，那就得到销货成本。那这个是什么？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存制度所产生的？写法，定期判存制。我说定期判存制呢，是先得到销货成本以后，我才能够知道销货款；先得到期末存货之后，我才可以知道销货成本。但是永续判存制是不需要的，好吧？假设你又忘记了，我们在讲存货的时候，会再跟花一点时间再帮他复习一下哈。好，这是第二站。我们要得到的销货毛利，所以销货净额减掉销货成本得到销货毛利，就是第二站。好，第三站呢就是营业净利。好，那个依米写的这一段呢其实是没错，好，但是呢有不完整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啊。好，我们的营业费用可以分成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吧，如果一般的科技产业，它可一般的科技公司呢，它还会分出所谓的研发费用，因为研发可以适用什么奖励措施，可以抵税啊。所以一般你看一下科技公司，它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有把它分成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一个研发费用。但是我都可以把它列成营业费用 ，OK 的。好，那我刚刚讲它写的，因为写的不是很完美的地方是在于我的销售费用可能有薪资，可以销售运费，可能有保险，但是管理费用。不是只有折旧，再者，折旧也不是只有发生在管理费用而已啊，它的销售费用也有可能有折旧啊。比如说，我的门市所有发生的成本，所有发生的支出，我都当作是销售费用。我们是租金，我租了一个门市，付的租金，销售费用；我们是付的水电费，销售费用；我们是人员的薪资，销售费用。我门市的设备的折旧销售费用，像在门市就是我跟我销售地点有直接关系的所有发生的我就叫做销售费用。那管理费用呢，好，就是所谓我们一般常常讲的总公司，好像台北的罗斯福路的一个台电大楼，那个全部都是什么管理费用，所有发生的都是管理费用。所以管理人员付给管理人员的薪资管理费用，付管理这个办公室，好，就是我们的纯粹是办公室的租金管理费用，办公室里面的设备所提的折旧管理费用，好，所以不是销售费用跟管理费用所发生的科目会不一样，不一样，我一样在发薪水，那发薪水发给销售人员的就是销售费用，归类在销售费用，发给管理人员的就放在管理费用。一样会发生折旧费用，折旧费用是这个营业部门或者是我的门市，好，想想门市所发生的，我就叫做销售费用。如果是我的管理大楼办公室，就是管理费用。好，所以这边不是很完美的地方是，这两个分类是对的，是没问题。但是里面发生的科目，它不会说发生在管理费用就不会发生在销售费用。好，这两边都可能都会有的。好，所以这样得到第三站。营业净利，没错。好，再来第四站呢，就是这一段了哈。这一站里面呢，这边它叫做税前净利也是对的哈。那税前净利表示后面就有个税，好，
那我们因为之前呢在讲出卖的时候都没有去强调，所以我本来就想说你这边就写本期经理是可以的。好，那我的营业净利，好，到营业税前净利中间就是排一个营业外收支，好，或叫营业外费损。好，那营业外的收入跟或者是利益，或者是营业外的费用跟损失。好，那我们刚刚就举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例子，就是写会计科目，比如说利息，一般公司的利息收入是营业外，利息费用也是营业外，这是一般公司。那如果你是银行、金融业者，你的利息收入是你的什么？就像这边的销货收入一样嘛，因为它的主要的营业行为，它的主要营业项目就是产生利息收入。好，所以什么叫营业外？不是我的经常性主要的营业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费损，就是我的营业外。好，对一般公司来讲，利息收入、利息费用，这边的投资收入也是。好，因为我不是个投资公司。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比如说兑换啊，最近日元跌得很惨，啊，不是跌得很惨。他们贬得很开心的哈，因为有助于他们的出口。就是日元贬值，对于某一些企业来讲，可能就产生兑换损益。就兑换损益也是营业化。好，那所以最后呢，就得到我们的税前净利。税前净利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扣掉所得税。所以如果我们把所得税考虑进来，我的税前净利减掉我的所得税之后，就得到税后净利。就得到税后净利。好，这是之前我们出块里面所讲的损益表到这里为止。好，当然我们的损益表讲到这里为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那个大陆的所谓的利润表。好，我们来再对照一下了。那看一下呢，当那个它的利润表里面，好，这个地方相较于我们的叫做毛利，好，销货毛利，它其实很多公司呢，你去看上市柜公司，它的损益表它不会叫做销货收入、销货毛利，它就叫营业，它会叫营业收入减掉营业成本得到营业毛利。为什么？营业就是你主要营业行为所产生的。那你为什么讲销售呢？是如果讲销货，你很单纯，这家公司是什么？是买卖业。其实很多的公司，尤其像好了华硕。华硕它本身制造电脑，它也代工，当然它现在已经拆分家了，跟合作了哈。假设以前它有代工，它有自己制造自由的品牌卖，然后它有负责维修，所以它的营业项目里面就有这么多个，所以你叫做销货收入，不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涵盖嘛？就很多的，尤其是你可以上那个股市观测站去看公司的损益表。它大概99%都是叫做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部分，就叫营业收入，也叫营业成本，得到营业毛利。好，所以这一段，像利润表里面这段就有点像我们的营业毛利。好，那这边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把营业外放在这里。假设你写的是对的话，好，我们通常我们不会把营业外放在这里，啊，我们的营业外像我们就是放在比较后面。那这边呢，这两个地方它是算是颠倒的。好，所以我们的财务费用，我们的单的财务费用，啊，我们是把它叫做营业外，像我们的利息、利息收入、利息费用，这个都算是财务费用。好，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可以看这边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我们今天会去讲到。好，所以这个科目在我们的损益表也有，其实在我们初块里面讲的损益表，我们也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好，那这个地方呢，编排的方式就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好，跟我们的编排方式就不太一样，但是整个结构的内容是不是一样？是一样啊，最后的损益的结果一样啊，只是它编排的顺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说你的利润表是名称不同，好，名称不同，那编排的顺序，假设你写的是对的话，它稍有不同而已，但是它报道的东西是
一样的类似。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我也觉得我们的编排的方式会比较有一点点逻辑，就不能说比较有逻辑，就说我们的编排的方式是我们的思考，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因为呢，就一个企业来讲，我们如果要判断一家公司，他今年赚100万，明年会赚100万，还是赚的更多，还是更少？我们要看哪里？就是我们的财务报表，当然是历史资料去，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去把它汇总过来的。但是我们的财务报表的一个目的，是要见往之来。我知道他今年赚这样子，那我要预测他明年会赚多少？那我要去做这个预测的时候，我就要去从他经常性会发生的。所以像这个营业外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预期它每一年都会发生。好，所以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这是黑色屏幕。好，当我们在做它的预测的时候，我们在做它的未来的财务预测，我们可能会看到它的营业记录。好，因为这一段是经常性会发生的，所以当我在做财务预测的时候，我可能我参考的点会到营业净利，那营业外，尤其像兑换损益、投资损益，这个都完全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啊。那利息收入、利息费用也是一样啊。我的利率要升、要减、要加码、要减码，会不在公司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当我们在做它的财务预测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公司本身能够控制的，就自己自主性比较高的部分，我们来做判断。好，所以像这种营业经理，当然是公司自主性的经理，然后再来是什么？是经常性会发生的。所以后面这一段呢，通常就不在。当我们在做财务预测的时候，可能只是什么做参考而已，但不会把它当作是作为预测未来的一个主要依据。好，我们的主要依据会在前半段，好，就是营业经理之前。好，这是我们初会里面所学过的损益表。好，那谢谢那个同学给我们看到这个利润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